为了要来鼓励这在路工会使接受到这种训练，台市政府就将各协区内底的福建机构结合着，来设置了这种福建的服务。透过这种治疗师设计这个专属的个案训练，协助咱这在路工会当恢复这个工作能力，早一天会当回去甲职场。在职场上，若是发生这个灾害，对各个家庭来讲，可能会造成生活困难，甚至是无法度工作。为了要协助这在路工重返职场，台南市政府路工局甲辖区内医疗机构合作，设置这种福建服务，帮助这在路工早日恢复工作能力。我们台南市政府也跟我们辖区内，包括那个成大，包括那个永康奇美，那个柳营奇美，那个安南医院，各人卫福部的台南医院这五个医疗单位哈，毛能一起结合设置职能复健的一个服务的哈，啊，希望透过这个服务，让我们的职灾劳工能早日恢复工作能力，能早日回归职场。针对职灾劳工案件，智能治疗师伊就无共个案去设计福建训练，透过模拟真实情境演练，改善加强劳工的工作能力。我们帮他特别设计了一些植入的一些模拟哈，那是跟一般的复健哈，可能有一般的民众可能会觉得是不是啊？不是就说一般复健其实是不大一样的。一般的我们的复健可能就着重于在他的身体功能的恢复，包括他的记忆力啦、耐力啦、平衡功能啦。那职能复健呢？那我们就会比较着重在他的能回到他原来的职场。比如说，我们就会设计一些工作的一些模拟，然后他的负重能力，跟他手部操作能力的速度，那让他能顺利的再衔接他回到他原来的一个职场。为了要鼓励职在劳工接受这种训练，除了劳动部推出的福建津贴以外，劳工局也进行车费补助，让劳工在辛苦的复工过程更加顺利，减轻经济负担。记者沈文慈政府采访报道。